我是瑞博，今天是2007年6月10号，大学池，11:13，拍摄溪头大学池，这是最有名的大学池，对吧？海关看到顺便看完之后，你就钓不到一具公海鱼，这是所谓溪头大学池，对吧？超漂亮的说。好雾哎，超漂亮的。然后今天这几部都是非铁道之影片，来一个看看。对，这都是非铁道的影片，对吧？来看看。我走一下路程好了，因为我也喜欢旅行，对吧？我超级喜欢出来玩的，然后这边也拍给你们看，因为单纯不只拍火车而已，也不只拍铁道，一些人物的景观，然后自然景观，我都会去记录的。希望你们大家会欢喜这样。再见，拜拜。因为快到了，对吧？因为没有出口，快到了。还是那个大学池桥的，最有名的大学池桥桥这样。这边前面看到湖岸，谢谢各位观看。好，终于要到。哦，这是小溪这样，小溪而已，是吧？超漂亮的说道。刚刚看到顺便可把这边都钓到一只公海鱼，然后我去看拍下湖的，这湖刚才是拍到一点点。等一下，谢谢各位，还是顺便看到你的电不到一集。我拍一下湖啊。妖怪，妖怪有点，妖怪就是妖怪的。这是好像是迷路之类的吧，知道吧？接个，我去拍一下湖。哇，行过，行到半年啊，这些啊，路灯。谢过了，饮料，拜拜。